示威啊，跟住仲有我仲有指住你睇下啱啊日期，今日系16嘅话，我就话今日系呢个日期啊，啊冇错啊，个女子100岁大寿咯咁啊，跟住我好记得佢又话乜鬼嘢，跟住系啊，我就冇呢个优惠嘅，嘿嘿，不过会送翻啲生日礼物俾你，跟住唔知带住个咩襟章定咩啲米奇老鼠就会同你讲生日快乐定乜鬼嘢啊？细个跟小童群益会去20蚊，有冇搞错咁平嘅咩？啊，争咁远，我嘅几百蚊啦，系嘛？呢啲乐园嗰啲飞，你系嗰个卖飞妹啊？啊，你系嗰个卖飞妹啊？好，你嗰日你讲下，你嗰日着啲咩？你个头发系咩色啊？我问你啊，米奇老师生日快乐！你有冇知道？哇！整个重炮嚟弹，可惜俾人拦到。K M 呢啲再射啦，可惜散到自己人啊！哦，哇！唔使系咁铲我嘛，俾我整翻球啊！黐线，好嘅啦，靓波啊，照入去。立爷生日快乐啊！你又铲唔到我嘅，黎益老子好劲嘅，你又铲到唔到啊！我怀疑佢特登开个短箱俾自己有，然后一嘢铲落去。系啊 ，L 你捉不到我吧？翻嚟帮手啦，嚟啦！好嚟啦，想吸翻大位先。阿叔啊，即刻集一集靓波。好，到我哋波啦。哇，对面啊，靓喎呢个头锤，一样救到。好，啱啱讲到边啊？讲海洋公园，点解海洋公园单嚟呢个话题已经讲咗差唔多成半粒钟？讲真，太多嘢讲。讲真，海洋公园太有趣，呢个乐园。而家细个好多回忆。如果你要我再讲，我可以今晚成晚都系讲海洋公园。不过算啦，惊你话我卖我咩海洋公园卖广告啊，乜鬼嘢？我啊算数啊。我其实两个公园我都中意去嘅。讲真，真系好。点讲啊？得闲去下都几好，即系冇咩，好似与世隔绝咗啊嘛，世外桃源咁嘅感觉，即系做嘢做到闷咧。你去下啲公园，迪士尼有啲人就话啲游戏闷，但系你又觉得咁样好似轻松啲，低低能能咁样，有啲主题系音乐啊、剩啊咁样喺度轻松松啊、戏下咁啊，一地嘅都唔错。梗系我喺度成日睇下晒下太阳啊，之如此类，好爽啊！哎呀，如果唔系俾人铲到 ，O K 啊。海洋公园咧就出个水上乐园，以前都有啊。以前有个咩五彩天梯，斜到黐线，我都唔够胆玩，睇落去好似垂直咁样。我俾落去，师爷姐醒目嘅，知道我想俾短啊，即刻行埋去。好嚟啦，照落去啦，争啲嘢，都系中主角。L'entraîneur qui peut être satisfait de cette victoire. Ouais, mais c'est sûr que rien ne remplace les matchs avec un véritable enjeu pour tirer de. 今日有冇有趣新闻？丽苑有只长颈鹿啊！你有冇去过丽苑啊？啊，苑都好玩。好，先分享有趣新闻先啦。今日咧就有一单新闻咧就系咁嘅，有个今日咧夏天你知啊，夏天嘅时候啲女女咪成日着到好鬼短啊。短裙仔啊、热裤仔啊、背心仔啊，之如此类咁啊。做男仔又好惨啊！呢啲时候咧都唔够胆乱咁望嘅。通常我而家出紧街，我都眯埋眼行街。你会唔会？我君子又咪惊有人嚟以为你乱咁及咧？唔知只眼摆喺边好？你坐地铁一嚟，你坐低望落对面，跟住对面如果个女仔喺度乌低身喺度玩电脑、玩 iPad 咧，玩电话好大镬噶嘛！我即刻我系眯埋双眼嘅，讲真，我而家出亲街我就一出屋企门口我就开始眯埋眼，啊，你会唔会女女及你？你阿妈生日，伯母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啊！咁啊，于是咧咁点算咧？咁啊，又我又眯埋眼，咁咧呢单有趣新闻系一样嘅，又讲呢啲嘢。咁咧佢就话咧，佢话美国啊，平日佢话有一个咧就读高中嘅少女咧叫敏德。啊，家住咧华盛顿州嘅学校咧，就喺1号咧就举办，6月1号咧举办咗舞会。咁呢个敏德呢个女仔咧就好期待呢个舞会嘅。咁咧佢仲特登咧去加拿大，跑去加拿大度咧买礼服喎、哦。啊，咁佢拣咗一件咧紫色嘅低胸晚礼服啦，谂住去学校参加舞会啦。点知一入去到舞会现场咧，准备入去嘅时候咧，嗰、那个
吓、啊，嗰、那个开门口嗰个人咧就嗰、那个。那個叫知客咧，佢就話唔俾佢參加。咁啊，呢個女仔咧就問啊，點解啊？咁佢就話咧，嗰、那個管理人員就話啦，佢話：喂，嗰啲身材太好啦喎！佢咁講，我話你胸部太大。那個管理人員咧就搬出校規就話咧，呢、這個舞會咧係嚴禁咧嚇、啊、露嗰個乳溝啊、腹部同埋臀部。我話你而家係做咗啲違規嘅事情，所以有權唔俾佢入。咁啊，擾攘咗一輪之後咧，呢、這個女仔咧，於是冇計啦。咁啊，唯有咧就攞個披肩啊，定點啊，笠住自己嗰、那個，笠住自己嗰個身體啦。咁啊，先至俾佢入。咁、那個女仔就喺度好嬲，佢喺度鬧個管理員。我每個人咧生落嚟就唔同嘅，佢唔可以將高爾夫球咧同埋嗰啲西柚喺度比啊。佢話佢意思，我估係講佢個胸部個大細啦。咁啊。啊，咁最後咧，佢都因為冇人咧，就即係去咗一陣咧，就走咗。你而家咪好想睇嗰、那個嗰條女個樣啊？嚇、啊，你去搜尋啊！你肯定好想睇條女好靚噶，胸部又大啊！快睇，快睇，揾人揾兄弟唔該，嗰、那個 search 咩咁咩胸部太大類似咁樣，請睇，俾有好嘢開心 share。你肯定有咩圖片、圖片網址唔知咩？咩咩 mother 咩 wife 嗰啲，系啊未？啊好正条女，有冇呃你先？你唔好讲呢啲住，有冇呃你先？胸部系咪大？系咪好似西柚咁大？有冇？有冇有冇好似西柚咁大？好，有冇呃你？答我。有啊嘛，靓女。正唔正？西瓜咁大添啊！啊，紫色晚礼服靓到吓，杨、啊、贵妃式嘅晚装露胸，哇！睇睇先啊，郭大侠啊，想吸上去啊，阴公啊！啊！我怀疑嗰个根本唔系因为嗰个胸大而唔俾佢入场，你点睇啊？个管理人员系有其他个原因啊？美国佬点会咁保守啊？系嘛？嗰啲鬼佬啊，嗰啲低胸装啊，乜鬼嘢，全部都系鬼佬发明嘅，系嘛？一早就有啊！啊，你信唔信？吓、啊，你点睇？好，你觉得点样？你觉得嗰个管理人员嗰个校规啊，佢搬咗条校规系咩原因？佢大条道理啩？校规讲明。其实如果佢入到去发现，如果真系有其他美少女系露臀部啊，露嗰啲，讲真，因为讲哇，啱啱先睇到个校规有问题，有咩衫，有咩裙系可以露到臀部啊？好似 Biohazard 嗰个 Jessica 咁样露半边嗰啲啊，吓、啊，有咩裙正常嘅晚礼服系露到臀部？真心一问，有冇时装设计师喺度啊？有冇人吓？啊边啲裙系可以露到臀部屁股喎、啊？啊，即系要后面划界个窿先至可以睇到啊！老实讲，即系连底裤都唔着得先至可以露到臀部啊！啊，露背就喺背脊界个窿，大家都明啊？低胸装啊，咁样low cut唔俾啊？呢、這个都明啊？露臀部系咩裙 ？T back 黐线，你又试嗰阵时佢裸体围裙精神病，裸体围裙。人哋通常都系着住件底裤先，再有啲围裙啊，好嚟啦，或者着住件泳衣，掉落去。日本仔嗰啲咩校园制，有啲系咁啊，靓到21分钟，系、啊、嘛？旗袍边有露臀部啊？旗袍系个叉高啫，但系都未至于露屁股啊，露屁股啊，啊！学校请你去海洋公园，点解唔去啊？傻猪嚟嘅，梗系去啦，几百蚊啊，大佬。系嘛？你咪去坐下啲机动游戏都好噶，啊！但系你唔中意坐机动游戏，咪去下嗰啲咩熊猫馆啊，啊咩活嗰个熊猫咩有个咩熊猫仔，其实即系根本就唔系熊猫嚟，嗰、那个叫佢嗰个名啊好好听，叫咩熊小熊猫，明明嗰啲系咩碗熊定乜鬼狸猫定果子狸定乜鬼嘢，佢嗰个名喺度呃人，佢消费者一齐系消费者发下大计。一齐消费者 point 佢话佢根本嗰个唔系熊猫，啊咩小熊猫馆，吔屎明明系狸猫嚟嘅。好嚟啦，小熊熊啊叫，
好嚟啦，里面走嚟，哇大镬啦！好彩，哇佢自己越位入攻，如果唔系呢下入嘅。泽南最后的一百二十小时都有拍过啲狸猫，你有冇睇过啊？拉米小姐会喺度捽自己只眼喺度扮嗰个狸猫啊！你有睇过？我谂下先，应该喺边个咧？喺最后 good ending 嘅时候会见到个喺度捽自己眼啦，扮狸猫。佢话喺呢三日入边，我一路都觉得好开心，类似咁样。如果冇记错，果子狸，果子狸呢个字我系边度学翻嚟？哇，音哥唔系十二码系嘛？我睇你啊，是啫，神级扑救。好嚟啦！哎呀，捉错路可惜啊！杨怡喎，吓唔到呢位兄弟都有睇吓，大叔讲咗啲吓讲波啊，打机啊，哇！咁啊，啱啱讲到边啊？讲到嗰、那个，讲到拉米小姐，我话最后佢话就会有机会，如果你玩到 good ending 咧，佢就会讲话。啊咩就会话咩呢三日里面呢都好开心嘅时候就会有一幕就係阿拉米小姐喺度睇熊猫定咩，如果冇记错啊，咁就几有趣我嘅啦，嗰个小熊猫就我呃一嘩大王又请红身连接控制器，其实扯到你真係。唉点解成日都会咩请个重新连接控制器啊？好，咁啊就系咁啦呢个新闻，啱啱冇人解释到啊嘛，嗰、那个路团部嗰、那个啊嗰、那个群点样先做到？如果你有阁下系有办法设计到嘅，麻烦你 send 俾我，即刻去帮你寄俾嗰啲各大嗰啲设计商或者点啊？我即刻揾啊嗰啲咩？VVN Westwood 啊 ，VVN Team 啊，嗰啲咩姓咩啊？嗰、那个叫咩啊？姓乜鬼嘢？有个白头佬嗰个好鬼劲嗰个时装界名人，我即刻将你个路团部嘅设计寄俾佢，同佢好熟啊！大叔都系潮时装界名人，我即刻叫佢大量发行啊！咁啊，另一单有趣新闻就系咁啊！有冇睇过成龙有个新嘅广告啊？成龙有个帮麒麟啤酒拍咗个新嘅广告啊嘛啊！姓罗伦啊，系啊 ，YS 咩系啊嗰、那个嘛啊，咁啊成龙有个新广告系帮麒麟啤拍嘅，有嗰个中村祥子再加一个，据闻系一个上班族啊嘛，佢话有个上班族，普通嘅日本上班族咧就想即系梦想系帮华靓波啊郭大侠一夜顶落去，咁啊有个上班族咧，普通黎民百姓嚟嘅。咁啊，就夢想咧就係、是、一路咧想同阿成龍咧就拍一套功夫片。啊，於是麒麟啤酒啊，唔知就於是就抌咗好多錢咧，就走去上海度請埋成龍、中村祥子一齊拍啊嘛。有睇過呢個廣告啊？你哋覺得點？好急落嚟，我拍咧就拍就麻麻地區啊。如果佢係真係，我唔知嗰個係咪真嘅呢、這個 case， 如果真嘅話都幾好喎。麒麟啤酒就幫嗰、那個。上班族佢完成個夢想定點？嗰啲日本仔又好鍾意成龍啊！嗰啲個中村祥子就咩？今日新聞啊，《都市日報》話咩感動到喊啊嘛！可以同阿成龍拍戲，即係個上班族都係啊！睇到成龍之後就好開心，眉飛色舞啊！最後拍完嗰陣時就感動到落淚啊！都幾有趣啊！呢位兄弟六月五號生日，生日快樂 ，Alex 啊！咁啊，嗰、那個廣告咧就大概就係嗰啲劇情就是。最主要都是賣成龍的啦，但是有一點呢我很奇怪，你有沒有留意到成龍的樣子好像冇攰攰地，有啲有少少咁樣啊？啊，你有留意到以前成龍很精靈啊，很多表情啊，你睇翻舊時嗰啲醉拳啊定咩嗰啲咧，佢啲眼仔碌碌好多表情咁樣啊，佢今次就有啲啊。好似张家辉啊，以前咁样系嘛？以前嘅成龙咧就好似张家辉有好多表情啊，做好多古灵精怪动作啊，成啊咁样啊嘛。啊，但系佢呢个广告咧就好就有少少静静地啊，静英英啊咁样啊，冇嗰啲搞笑味道啊，或者点啊？佢嘅角色就啊，同埋好似啊大点讲啊，丰满咗啲身材就冇以前咁 fit 啊。黐线嘅，唔好乱讲啊！
阿嫂你都咁样玩啊？咁啊，大哥嗰个都算系咁啦，都几抌本嘅。日本仔你可以见到日本仔系好鬼中意成龙啊！你点睇？以前有套叫咩？有对乐队啊，定咩金爆危机啊，定咩都系喺度恶搞成龙嗰个 MV 啊嘛，有睇到啊？不过呢个广告咧，个功夫咧就冇港产片拍得咁好噶啦。日本仔拍呢啲打交就拍呢啲打交都系始终都系香港嗰啲劲噶啦，喺度嗰啲乒呤乒呤嘭隆，嗰啲镜头啊冇咁好睇，你见到剪接啊之如此类都系冇咁好，但系都系算一个可能系日本仔嘢。日本仔好少拍嗰啲咩微电影，我唔知呢个算唔算啊？好似佢系呢个系会摆喺嗰啲戏院啊，戏院嗰、那个即系上映之前有啲广告嚟嘅，就成6分几钟啊。好嚟啦，系日本人嘅功夫片。日本人冇功夫片啊，据我所知，日本人得嗰啲武士片喺度劈嚟劈去，好笑。日本人功夫片应该系得嗰啲蒙面超人嗰啲啦，都喺度跳嚟跳去。一开头嗰啲，你睇蒙面超人嗰啲叫咩？黑色嗰啲咩？机机兵啊，定乜鬼嘢啊？喺度一开头一定系会喺个镜头左右跳嚟跳去，唔会打个蒙面超人啊，以示。佢做镜头效果做到嗰啲人好多咁样嘛，即系话一俾蒙面超人鞭落去或者咩就爆啲火花啊成啊嗰啲诸如此类嘛，啊，我好中意睇蒙面超人嘅，蒙面超人嗰个最正气就系光太郎 RX 嗰个主角，着白色皮褛型到最型就系佢。好嚟啦，热血高校我有睇啊。越高啊，有睇啊！啱啱咩啊？坦德同我讲啊，咩有位咩60岁女佣嗰个兄弟又嚟，话中意咗一个60岁嘅菲佣嗰个，系嘛？我有冇记错内容？讲啊，系啊！你最中意边套战队片？恐龙战队定五星战队？啊？我嘅五星战队有个叫加传定加藤道长，你有冇记得？佢好中意咁喺度冥想定咩草戏？我以前有同学讲个秘密俾大家听，我有爆料。我以前有小学同学咧，为咗想睇五星战队，因为嗰阵时咧五星战队系6点半亚视做啊，好记得。咁咧，我同学为咗要睇咧，点算咧？因为佢一翻嚟咧，一翻到屋企咧，就一定要即刻冲凉嘅。我通常同佢一路煲电话，一路睇个五星战队。咁点搞咧？佢大镬啦！佢话一翻到屋企，阿妈逼佢冲凉啦。咁但系佢好想睇，于是点做咧？一开一冲佢咧，同我讲，佢电话同我讲话，喂，你点样可以即刻睇到？佢一翻到屋企咧，即刻冲入厕所啦，即刻除衫，跟住咧佢就会即刻开水喉嘅。开水喉咧就其实佢根本冇冲凉啊，佢有啲水声俾佢阿妈听，跟住沙沙沙，佢根本冇冲到，之后就即刻唔知3秒内着翻衫之后，啊，佢话啲头有时就会湿下嘅，因为如果太假，佢话求其揈两嘢个头，跟住就抹住个头咁样出嚟，佢咁讲。你点睇啊？你点睇？佢好聪明，细个已经，我话咁你咪成个月冇冲凉，之后唔系，佢话星期六日都会冲噶嘛，佢系咁讲，咁咪唔会好污糟咯。之后我话又系，你真聪明，我话咁讲啊，同你一样。你点睇？你讲佢嘅智力几高啊？成个星期唔系成个星期5日啫，最多一唔系星期日佢有冲嘛，就一二三四五，好似系亚视系1至5、6点半做嗰个五星战队嘛，系嘛？有 IQ 180，好醒目啊！为咗睇五星战队，因为你细个咧，讲真就冇嗰啲，我哋好难冇嗰啲卖 TV 定咩卖 TV 有冇重温卡通片啊？你冇得睇翻啊！细个嘅时候都系咁，好辛苦。你要睇卡通片就系嗰一刻，你一定要坐定定喺度睇噶啦。啊！所以旧时又好中意追电视定咩？咁佢为咗要追呢个五星战队，睇下加传道长喺度冥想。我记得有个叫白五星战士系点分咩战士啊？我记得有个白色嘅战士系有只老虎把剑，咪有老虎定咩啊嘛？啊！好嚟啦！而家卖 TV 都有 Pokemon 可以重睇，咁好啊！咁幾正喎！以前我哋幾辛苦，我成日都話下晝班啲同學好苦啊，好慘，翻到屋企乜鬼卡通片都冇曬啊！我就要喺學校小息嘅時候裝對面屋嗰啲，啱唔啱啊？加藤道長係
阿练者白系细路，总之有把剑，有把老虎定咩？佢有独立机械人，通常都系咁啊。佢啲战队一开头咩红色、黄色、蓝色啊，嗰啲之如此粉红色，仲有咩啊？总之嗰几个就系正常嘅，咁总会有一只系特别色，跟住同埋特别嘅人噶嘛。佢又自己有一部机零射威水啊，特别一开头。啊，好似懒系点讲，亦正亦邪咁，之如此类咁样噶嘛？呢个一个套路嚟嘛，通常系嗰啲黑色嘅战士或者咩咁样噶嘛，啊，永远红色系主角，冇错啊，一定有条女着裙啊嘛，你知你唔好谂住攞嗰啲喺度打钉喎，嗰啲粉红战士其实着嗰粉红衫入边系男人嚟嘅，你知唔知啊？啊，你知唔知啊？你哋啊？粉红战士入面其实是男人在那里扮的，因为我看那些 making of 那些制作花絮，因为有些高难度打关斗的动作那些是男人扮的，你知不知道？男人有波，大佬我是装的嘛，傻猪，拍戏真的一定要女人先做到粉红战士咩？傻猪，平时剥了那个战士那样的时候就真的是女人演的，但是打架那次就是什么的、啊，你知唔知啊？你唔系叮咗啊嘛？啊，唉，阴公啦！你一定黐线咩？我实知咩？我实中我伏傻啊！肯定冇啊！话俾你，你以为有人已经中我伏啦？快自己认头啊！边个中我伏噶？即刻念翻经啊！啊，超度翻你啲魔魂啊！大佬白白死咗几万个细胞。你最中意睇边个？你未答我，我问我一开头抛砖引玉问你最中意睇咩战队？有人就答过咩啊？咩秋叶原战队？我未睇过啊呢、這个。我记得我有睇过叫咩啊？超星神系咩？我系最近有一年我帮啲小朋友补习嘅时候，有睇过有个叫咩超星神啊定咩？有只狮子定乜鬼嘢？有个女仔咩未来嚟定乜鬼嘢？恐龙战队。Power Ranger 恐龙战队，你中意睇鬼佬版定日本版啊？好嚟啦！鬼佬系买咗版权翻去啊，系嘛？恐龙战队打交嗰啲佢又唔拍噶，我记得佢就拍嗰啲喺佢个学校嘛，佢好中意嗰啲 high school 定乜鬼嘢，有个 canteen 啊，成日喺嗰度发生噶嘛，啊？咩 AV 版呢啲我真系完全唔知咩嚟喎，大佬！恐龙战队我细个，恐龙战队有个舞台剧噶，你知唔知嚟香港好威喎嗰阵时吓，好、啊、多人，我记得我有啲同学仔走去睇恐龙战队嗰个舞台剧，好多人睇嘅嗰阵时，好开心。好，辛苦各位队友啦。可乐啊 ，MVP， 我啊差唔多转个游戏先。霹雳战队都系有尾有日啊，你都觉得恐龙战队劲好睇？恐龙战队个绿战士系巨龙噶嘛？佢嗰只嘢，嗰个暴啊红战士系暴龙，粉龙战士系翼龙噶嘛？系嘛？绿战士一定系巨龙，有冇人记错？我记得佢系要讲巨龙。高高跑啊 ，Ranger！好啊，嗰啲鬼佬版啲音响好听啲，高高跑啊 ，Ranger！ 日本都系冇呢首歌系嘛？吓、啊，绿色系咪巨龙？系巨龙，一定系，我记得，一定冇呃你。粉红色就系嗰个翼龙，吓、啊，紫色怪人好似冇睇过，我冇睇过。蓝战士系小朋友。我冇印象，我只记得粉红战士系女人，黄战士系咪都系女人？有时黄战士都系女人嚟噶嘛，有机会噶啊！绿战士系男人，外国好睇啲啊！巨龙战士好唔好睇？我唔记得啦。我咧以前仲有一个叫咩咧？有一个我都成日睇嘅，有一个讲唔知有个叫。好似超人咁样嘅，入去咩网路世界咁样啦，有个人会变身，跟住就每打完一只怪兽，佢又要修复啲电脑网路咁啊，又系几好睇。我唔记得嗰套叫咩啦，啊？
有人知道系咩？电光超人好似系，几好睇嗰个都吓。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得唔得啊？我教教啲声先。再大声啲啊！尖声大啲。嗰套又系有日版同中版嘛？而家得唔得？够大声未？吓、啊！我把声好大，而家 O 唔 OK？OK 啊！嗰只电光战士几好睇，我好似有日版同美国老版啊嘛，都正嘅。嗰套我都觉得剧情几好睇，我中意睇啲有剧情嗰啲。好嚟啦！好上回提要。哇！呢两个搞咩搞咁耐啊？吓、啊，最少我都喺度啊！啲恐怖组织喺边啊？好，我哋直接冲入去地狱啦！好，呢、這个就系保安锁匙，有咗佢，我哋可以搵到只船啊！下边上 ，what the？ 佢发生咩事啊？水浸啦，水浸眼眉，我哋搵到阿蕉未啊？我哋要搵紧啊，但系我哋迷失咗，原来有两只船啊！好，跟住好啦，佢话咩啊？搵到坐标啦，即刻寄过去。我唔系咁远嘅啫。好，跟住收到坐标，我哋唔够时间啦。你又似你，我哋嚟紧啦！噔，我嘅佢哋都系揾唔到啊！会唔会太大声啊 ？game 声会唔会太大？OK 啊，超兽星神定咩？超星神定咩？我都几好睇。最近我嗰阵时帮同啲细路仔补习，补完习我同佢一齐睇，都几好睇，几正。Yeah， 我哋啊已经啊话为咗自己生命啊，佢话打好耐啦，就系唔俾手枪子弹我。黐孖筋咩 game 嚟啊？俾咁多机枪啊、散弹啊。呢个加难度，散弹枪啊极少嘅，啊机枪都少嘅，有乜理由咁多呢啲？嗰啲草药又可以系咁 scan， 系咁屈。如果我劲嘅，下下系咁 scan， 咁咪玩死啊？系嘛，无限草药咁滞，啱唔啱啊？大家说对不对？对不对？好嚟啦！要上去咩维修嗰、那个，佢话要维修个通讯器，睇下可唔可以联络到总部嘛 ，call 救兵嘛。好，拍个掣先。嗯？咩啊？好嚟啦，又要玩电流迷宫啊！好，睇下先啊，一开头。要扭嗰啲线扭好去，次次都系咁噶啦。睇先，慢慢解，唔需要急，最紧要快。睇先，呢、這个扭上嚟，好呢、這个通咗过噶啦。好呢、這个拉咗，呢、這个拉过嚟，呢、這个再拉。好又嚟啦，越嚟越解得多啦。我计时，睇先呢度要点呢？好快就得噶，倒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咦？仲有边个？我啊呢度，呢个怼过嚟 ，OK 啦。太易玩了。喂，应该 OK 噶啦，帮我修复我电流迷宫，应该 work 噶啦。喂，总部，你收唔收到啊？我招啊！诶，我收到啊，你两个冇事啊？系啊，我成功啦。喂喂啊，古明话啊，哇呢度好大镬啊，啊快啲嚟帮拖嘛，啊我哋顶唔顺啊，啊俾人喺度喂牛啊成，诶嚟啦，有 CG 喺喎，嗯。
喂，你点知呢个陷阱嚟啊？